大家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半自动钳子和三零钳。先看一下这个半自动钳子的安装钉子的方法。先把这个拉紧器拉下去，然后把钉子这样放，也千万不要放反，放反了以后夹不住。然后把这个顶钉器顶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夹，看一下这效果，这个钉子的效果。这是半自动的，然后这个三零钳简单一点，直接加入钉子，直接加入钉子上去，它是一个钉一个钉的夹的。